哦，身份很硬，身份很硬，身份很硬，可以。我身份很硬，我身份可以。谁？谁是肉汁？谁聊？谁能知道？聊不了。张丹聊不了。哎，同住人呢？哎，同住人呢？哎，同住哦。哎，好卡。嗯。哎，来，同桌人呢？来，你什么身份？嗯，我好人。你什么身份？修德。哎，我靠！谁动刀的？哇，好快！两个鸡腿。你们这么盘嘛？供应小屋当时我们那一群人有四个：九月、猴哥、七仔仔、何呆呆，我五个人，对吧？然后走到。封杀之后，我们走到那个防腐屋，餐餐是从防腐屋上面那个寺庙场地那里下来，他一个人。然后防腐屋那边过来两个人。我怎么记得走最前面有个人动刀了呢？我前面是谁呀？反正从左边走过来那一个人一定是动刀的那一个坏人，好吧？我的视野，说实话，我有点混乱，我看着有点像猴哥被刀了。餐餐嘛，完了，七仔仔你说吧，你在我前面，不对，呆呆先报的身份，我能听呆呆归票吧，好吧，过。对，我看啊，前面是谁？前面是同珠姐跟刁德山，后面有一个蓝色的鸡腿，是他的，对，是他的，同珠姐、刁德山双狼，够不够你？全票先打飞谁？打飞。你和呆呆吧，刁德山跟同桌都可以出呀、啊。他们后面有个他的尸体，然后他俩不报警，然后冲上来，好像是准备双狼双刀的。然后你报警很快，过。而且一二三四五，死了五个，我觉得这应该是第二波刀了吧。当时我跟猴哥去报了身份，在供应小屋，猴哥是个肉汁，然后外面有巧巧、呆呆、有七仔仔。那我们在起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供应小屋，然后。雾散了之后，我们出去往街道那边走的时候，我是走在最后边的，然后我是看到餐餐从上边下来的，那前面是谁的我不知道，那你们说是，那我们几个都一起的往前走，猴哥倒牌，那个蓝就很明显了，就叼着三个同志嘛，过。现在餐餐、乔乔、修凯、呆呆、我、七仔仔，我们那同桌跟刁德三确实可以随便归，我们一直抱团，没有事情发生。我觉得可以打一手同珠跟刁德三在前面。我个人建议先点一下同珠吧，然后等会儿发言，如果说就是先抿一下神圣四克狼嘛，然后打飞他，如果能抿出来就点他，抿不出来就点同珠，过。 OK 德三发言是这样的哈，全票打飞参参。哎，全票打飞沾沾，他后置位，他归票，你不能让他归，知道吧？而沾沾就是我们的狼队友，现在所有好人听我号令，投沾沾，才有机会赢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同桌的发言你们不要听。好，我这么说你们肯定不信，那投刁德山，还是不信，那投同桌 ，OK， 行，那你们看过。我他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得了，留着你们两个吧。反正我先弃票了。现在有七个人，哟，他们归的是谁来着？我也忘了。哎，他们归的谁啊？晨晨，哎，你回忆一下。哎，我弃票了。我本来想打一个位置拳，投这个刁德山啊、哦，因为第四排不第三排全部没了，打位置拳吧，投刁德山怎么说？耶，他们归的谁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忘记了。谁挂了刁德山？不是好人局了，有什么关系？四个弃票，关什么这么多弃票？我靠！修改是猎鹰，你别装，你是猎鹰，
别装别装，修凯是猎鹰，修凯是猎鹰，你是不是猎鹰？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猎鹰？哇，我怕他，抱不过他，很烦，害怕，抱不过我操！怎么掉的一的尸体？我哎呀，不是啊，真是猎鹰，对，是不好开的。我后面是铜柱和餐餐，七仔在这上面，那只能是修可爱了呀。隐身狼，我出修可爱了，过。啊！不是啊，不修可爱，地还在分表，先肯定出地龙，出铜柱不是最稳当的吗？哎，等会儿出修可爱，出铜柱吧，出铜柱是最稳当的，他起码是个地龙，然后听修可爱怎么说，对不对，乔乔？过。你在说什么呀，乔乔？你打到我身上，我是第一个跟猴哥露智报身份的人，我还怀疑你们三个里面再开出一个，你先骗真踩我。铜柱和苍苍和雕的山定了，定了。然后你现在打到我身上，雕的山是想追我的那个人，但是他没追上我，他就追呆呆去了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雕的山也打了，过。嗯，七票。你啊，那要不我想帅一波，同桌你愿意吗？啊，这哪个不知道必可好人大还是必修可爱、啊、必修可、啊、哦不对 啊不是、哎、他真的是在我脸上爆开的，我 BGM 都放了，哎呀、啊、没事没事来放他，哎呀，哦忘记了刚才好像是多一点、啊、来饭堂来饭堂，哎呀应该要狙的，犹豫了一下，那不是、啊、不住了，哎呀这是个骷髅头里面摘掉是空的没脑子的，这骷髅头没脑子的耶，你看嘛哟，哎，阿元刀对了，哎，应该要狙了。隐身刀随便刀的，是的。哎，为啥哦？他哎，铜柱又刀完，然后又显形了。被鹈鹕吃哎，铜柱。因为游戏结束了。啊、我有一把隐身被鹈鹕吃，你知道吗？想拉粑粑。还是乔乔是鹈鹕、啊，我人都是。啊啊！永生网。隐身的被。对，我隐身被鹈鹕吃，我跟你说。497万票，他有一把在那个地下室的时候，新来的朋友帮忙投一下票啊，马上500万了，虽然是第一名但是不能掉以轻心啊，赶快帮忙投一下票，新来的朋友们165票，我没有能信